Coco 李玟巅峰时期选择淡出演艺圈，原因是陪家人。李玟说，她从小有个愿望，就是和家人一起开间诊所，我负责手术开刀，大姐配药，二姐收钱，妈咪打理大小事，家里的小狗负责在门口摇尾巴，平淡又踏实，愿天堂有小狗摇尾巴。